买了双鞋，买了个外套，最重要的是买了两根那个牛肉卷。而且我在这里买牛肉卷的时候，看到了蕾蕾一家人。OK， 刚才在路上呢，已经吃了一点点这样子。没错，我的午饭就是这个牛肉卷了，只有两条是吧？然后等一下上课，然后再去训练。练完再去我们蕾蕾家吃，嘿，就这么个安排，今天就是。嗨，同学们，说实话，昨天晚上又是一道坎，4点醒来到5点15分左右，都一直没睡着。首先是咳醒的，然后头皮痒，我不知道为啥，我洗头了，然后痒，我就挠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起来洗个头，舒服多了。其实你看我白天都挺好的，一到这个晚上，我就会有一点点咳，因为喉咙会有一点点痒。然后现在这个感冒的那个症状很轻微了，它就是鼻子有一点点堵，有一点点鼻涕。你看现在。啊，一点点鼻涕，然后其他的也没什么症状，也不是说浑身乏力什么的，就是没睡好有点乏力，其他的都好，但他就是不康复。我的小老弟都在游泳池里面游泳了，你看，他也说他要减10斤，年前就要减好，大概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也要做到，我可不想过年还在那里日更视频，我会疯掉的，好不好？我会疯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还是先跳跳绳1000个，好不好？然后双摇200个，好不好？然后再跳1000个，对，然后再练一些其他的，比如说半蹲啊什么的，好吧？对，就先这么搞。我先减他个10斤。我觉得很简单，10斤而已，好几斤都没有。双摇找到一点点感觉。可以跳慢一点点啊！珠海这个鬼天气，现在21度，我跳完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，有蚊子咬我。手没力了，这个跳绳好重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先进去。好，那个我跳绳，跳着跳着，哎嘿，有人叫打羽毛球啊，我就打半个小时了。然后现在肚子又饿了，中午的确一条牛肉卷还是顶不住一下午的。啊，迪卡侬买的苹果泥，快速补充能量，一种很爽的感觉。哎，现在晚上了，这个鼻子又开始痒了。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，鼻子痒就要醒，好不好？就好像，哎，这里痒就要挠，要不然就难受。鼻子难受的表现呢，它就是流鼻涕，好吧？你不及时醒，它就一直流。所以及时醒等于及时挠一下一样，好吧 ？OK， 那今天水果有点多，为什么呢？没错，后天我又要出远门了，哎，出远门，又要出去搞一趟，好不好？所以要把水果清一下哈。这里有些什么呢？3个皮梨，还有
三个猕猴桃，然后剩下就是一些金桔跟樱桃这样子，可以的啊。这两个香蕉和橙子，水果嘛啊无所谓，就吃。同学们，这里多了一个新鲜玩意儿，这是什么呢？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看没有？看不出来吧？再给你们看这个。哎，没错啦，猪尾巴把它切成了两半，我还没吃过，真的我没吃过猪尾巴，试一下啊。可能是金桔吃多了。吃这猪尾巴有点变味，你觉不觉得有点咸啊？这些卤的东西不就那么咸吗？这是一道很少见的菜吧？同学们，你们吃过吗？你们小时候吃过吗？我小时候从来没吃过，我就在一篇作文上，在一篇文章上看过，他说他小时候偷了他奶奶炖的猪尾巴吃了，然后躲起来什么的。说实话，它这么一卤啊，这个猪那个皮，它跟那个猪脚上的皮，跟猪头肉上的皮，跟猪耳朵，啊，大同小异。OK， 同学们，其实我现在状态很好，也不渴。也没有什么浓鼻涕什么的，就一个问题，这个鼻孔看见没有，红红的是吧？这个都没那么红，这个鼻孔痒，就是很明显的那种痒，需要你偶尔擤一下鼻涕，擤一下好十秒，然后你如果不去擤的话，它就会开始积累鼻涕。然后搞到你想打喷嚏，然后鼻塞这样子很难受，定时醒就没事，但是有个问题，等一下如果我躺下，它可以迅速的塞掉，我都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是感冒了。对，我知道我有很多天没有称体重了，但是我现在每天晚上都喝很多水，实不相瞒，昨天晚上我是90多公斤的，好像回去了是吧？但是早上一称87、86。所以现在不是说体重回去了，而是说弹性变大了，是这么一个概念。前几天早上称还85来着是吧，就保持吧，好吧，就保持吧。现在我上下的浮动大概6-7斤，神奇。晚上的同学们。